来捆油麦菜，来两根黄瓜，来捆香菜，再来块豆腐。东西买完了，到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红，今天是3月8号女皇节。本来大橙子说要出去一起吃个饭过个节，我也想算了吧，现在吃宗教啥啥都吃不了，还是回家下厨做点晚饭吧。今天再做个豆腐白菜鸡蛋汤，还剩半小火糖，今天给它做了。我一猜你俩就得去买东西。那个是给姥姥的，馒头今天吃。你咋叫我想吃鸡蛋汤吗？你俩的身高啊，班是班啊。上次炒菜花，你只要带来就会多给你做酱油了啊。嗯。班的。好的。这两盘菜其实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里面加了猪肉。何宗耀跟大橙子都吃不了猪肉，所以这盘是翘翘的。嗯，好香啊，姑娘。好香啊。啥香啊？菜，还有馒头，还有这个酱。你说肉香吗？我这也老香了。这要是以前翘翘回来看桌上这些菜哈，他马上就撂脸子了，觉得这个没有他爱吃的。现在不会了，现在我做啥他都爱吃。长大了。今年你是正式长个儿，不用多吃。你看悠悠都多高，真猛！这照他那个趋势，咱也猛下了。姑娘，别长太高了，1.76米。啊，来1.8米。我1.78，你长1.76米。今天姑娘厉害，造一个半馒头。来了。我姑娘又开始给她爸打工还钱了。姑娘啊，再以后别给妈买花了啊，妈怪心疼的。你说你还得打工，你就跟妈说一句祝福语，妈妈都可开心了，啊。嗯。这每个都10朵，这个红玫瑰是你的，这个粉的是姥姥的，看看好不好看。孩子的一片心意。一会儿拍几张照片留个念，发个小朋友圈炫耀一下。我出发给姥姥送礼物去了啊，拜拜。慢点啊。嗯。出点车。